冇嚟香港同歌迷见面嘅台湾歌手杨宗纬呢日现身香港举行签唱会，冇见咁耐，歌迷都特别热情。除咗送礼物之外 ，fans 仲向宗纬公开示爱，搞到怕丑嘅宗纬相当之尴尬啊！不过佢都好识做，好大方咁同 fans 握手同拥抱，氹到啲 fans 超级开心。再加埋宗纬献唱情歌 ，fans 就更加冧啦。宗纬之前在内地一个歌唱比赛中落败，其后在复活战中出线，最终成功夺得季军，令他人气再度急升。不过人红自然是非多，有传宗纬和对手林志炫不和，宗纬就说要澄清啊。说到那个内地那个歌唱比赛，有传闻就是跟另外一个参赛者有一点的不合，对对对，是不是？其实没有，可能就是大家会认为就是说我们好像因为比赛都会有它的结果跟排名嘛，然后可能就是会传出就是说我们好像不合，因为林志炫老师他其实我在超级星光大的时候他就非常照顾我了，所以等于就是说他也叫我不要去管外面的风风雨雨这样子，其实私底下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歌者。对，睇嚟宗纬都冇受传闻影响心情，而且佢都不知几咁享受今次参赛嘅过程啊！宗纬仲话好开心，呢一次嘅比赛令佢同阿坡黄冠中做咗好朋友啊！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音乐节目，然后他希望，很多歌手去表现他们音乐的态度这样子。那因为这个节目我也认识了黄冠中坡哥嘛，然后他也非常非常的照顾我，然后他也给我电话，然后私底下其实包含坡哥本身还有他的乐手都很照顾我，所以其实我还蛮感动，就感受到就是说，哎，他可能是我在香港交的第一个很 touch 的朋友这样子。对，这一次来到香港有跟他联络吗？还没有，因为我才刚到。对，好想赶快打电话给他。对对对，他有女儿了。嗯，对啊，我知道。我以为送他一份礼物，对啊。可以啊，你想要什么礼物来找我。歌唱比赛告一段落之后，宗纬的工作排得密密麻麻，呢排他要忙于为新碟宣传，亦都要为嚟紧担任内地一个儿童节目的导师做准备。宗纬近期一直长住在内地，好耐都冇翻台湾啦。不过最近台湾出现首宗 H7N9 禽流感确诊个案，他都好关心啊。其实现在台湾好像也有感染的例子嘛，然后当然我也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病毒传染可以特别注意，包含你自己的洗手啦，或者是你自己在饮食上习惯的改变。像我现在就比较不吃肉，对。自己也加点的注意，对吧？对。就是因为宣传呢，很多的时间就没有回到台湾那边去，对，很挂念那边吧。很想，我想要，对，很想赶快回到台湾。然后台湾的歌迷真的很抱歉，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他们碰到面。其实台湾也是我的家嘛，所以等于就是说他们真的很辛苦，然后在台湾的表现，榜单他们也很努力，很努力的买我的唱片，所以都表现得很好，真的很谢谢你们，对。